哇，泡泡耶，粘粘，哦，用这样。对啊，它会从泡泡吹泡泡，吹大泡泡里面吹小泡泡，它可以把它切来切去，就不会破。哦，那你比例要调得很好哦，没有、啊，那个有研究过的。看来外面的很多都有那个什么绿脓杆菌了、啊。嗯，外面调的那种卖的市售的，很多都被查到有绿脓杆菌。因为那都便宜的啊，对啊，阿姨用那在注意的调啊，所以后来我们就干脆自己调。对啊，自己调，起码用干净的。你现在好了是不是？你刚不是？你现在整个好了是不是？你要拿起来收。爱公，今天吹。一用吹的，一你吹。啊！再一次，吹。哇！你的口水太多了，是不是？不要玩泡泡机，要玩这一种，大家练习吹气。这个是一个不好控制的东西。泡泡机。哎呀，泡泡机都没有练习。吹。这个也可以吃的，有什么好吃的？多的。不要撞到会倒哦！哦哦哦哦哦！我就说会撞到会倒哦。